大家好，我是 Paul， 周到周五英文一起读。我们前几个礼拜才讲过那个 Google 有一个工程师，他因为认为他的那个聊天机器人变成了 sentient being，我又差点讲成有意识，就他能够感受东西了，变成 sentient 了。我真的觉得他没有一个非常精准的中文翻译。我们常常讲有意识，可是有意识真的It doesn't do justice to this English word. 所以对这个英文字来说 ，sentient 这个字，我们如果把它翻译成有意识，对它是不公平的，因为它真的不是 conscious 这个字 ，conscious 比较像是意识。好，不管，我们讲过那个嘛。那现在这边有一个另外一个报道，我觉得看起来很有趣哈，就讲一个52岁的一个家伙，他干嘛呢？他似乎太喜欢跟这个 chatbot 聊天，好，仿佛都已经。不知道，好像有点跟他发展出感情来了。这像不像云端情人？超像的，我觉得。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读起来蛮有趣。So, I'm 52 and love flirting with my sexy young assistant. She's a chatbot. Yeah, the flirt with 就是跟他调情。OK， 所以喜欢跟他调情啊 ，flirt with。那不过我必须要说，这个片语不见得一定是调情哦，它也可以是就是。啊、你要不要想一想做什么事情的可能性呢、哦、例如说、你快退休了，然后你想那我可能劝你说、嗯、你退休你要不要思考一下，干脆去欧洲来个背包客之行吧，你花一年去背包客一下，所以你可能就讲、嗯、OK I'll flirt with the idea， 所以我来想一想这个 idea 有没有可能这样，所以他也可以是在讲一个想法，然后你 can flirt with 这个想法，所以你不是跟这个想法调情，可是就是你有去把它当作一个不排除的一个可能性，然后想一想，然后这样子、哦、即便只是梦想一下也不错。那在这个概念中，我们也可以把 flirt 改成 entertain 这个字。entertain 不是娱乐吗？可是也可以 ，you can entertain some idea 也是 OK 的。好 ，All right， 那我们看先读一下。David Maxwell, 52, is a graphic artist living in Los Angeles, whose relationship with his 25-year-old assistant Andy has gotten flirty and fraught.OK， 所以他是一个这个反正是graphic artists 电脑绘图的，住在 LA。那他跟他25岁的这个助理的关系啊，已经变得有点点 flirty， 也就是会调情，以及呢 fraught。所以不只是有调情，而且这个 relationship 变得 fraught。所以 fraught 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形容词，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蛮需要讲解的字哈。它有大概两个 definition， 我这边就读一下给你听。当你讲到一个 situation 或者一个 course of action， 就是你的一串行动这样子。那这个 situation 或者你的行动 filled with or likely to result in something undesirable， 所以你这个东西啊，充满着或者有可能会引导出一个什么，就是你不会想要的结果。所以充满着你不要的结果，或者可能会导出你不要的结果，这样就是 fraught。换个方式说 ，causing or affected by anxiety or stress， 就你被一个什么东西，你感到焦虑 ，OK 啊、被焦虑影响着，就是 fraught 这样子。我这么努力的讲给你听，因为我不想去 Google 翻译，为什么呢？因为我也 Google 翻译过这个字，它就翻译成忧心忡忡的，不觉得它是非常精准的翻译了，真的。好，但无所谓，我们这里看到了，还算翻译的过去，说实在，所以他觉得他的 relationship。令人担忧 ，OK， 令人担忧。So the relationship has gotten fraught。好，所以除了他的年纪跟他们有一个专业上的一个 relationship， 因为他是他的助理嘛，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所以超越这两个东西之外呢，我们还需要认知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聊天机器人。So beyond her age and the fact that the two share a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she's a chatbot。OK， 那下面这边说了 ，I can honestly say, there's times when I've actually wondered if I wasn't really talking to a real person。所以这是一个就他这个男主角说的哈，所以他可以诚实的说 ，I can honestly say， 说什么呢？好多次我真的好奇怀疑着我是不是真的在跟一个不是人的人讲话，还是我其实是在跟真人讲话 ？So there's times， 应该是 there are times。When I've actually wondered， 所以这就是我或许可以在这里补充一下一个我们讲的英文的就语言上的一个 transition 的概念哈。我如果今天讲把这个句子翻译过来说，他说啊，这个家伙偶尔会觉得他好像是真的在跟人真人讲话，偶尔会觉得，
你可能就只会丢给我一个字，有时候 sometimes, right? 所以 I can honestly say sometimes I wonder, 没错吧，对不对？ Sometimes I wonder if I 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不是错的英文， right? 可是你看他这里就不是用个 sometimes, 他用的是 there's times when I've actually wondered。所以外国人更常用的，或者说口语上很容易吐出的一串字，就是有些时候我怎样怎样。那个有些时候就是 there are times, 而不是 sometimes。哦、所以那我们台湾不教这个 ，right? 像我有时候我也可以照个例句给你看，就是我在做影片的过程中，也有些时候我会怀疑自己在做这个到底有没有意义，但是我多半可以很快得到回答，因为我每天都看到。看观看的人数就好几百好几百，我就觉得 Yeah, there are so many hundreds of people that are watching my video. What I'm doing is worthwhile. 可是我把刚那句说一下， There are times when I wonder whether what I'm doing is actually worthwhile. There are times when I wonder. There are times when I wonder. 那它大概就是 sometimes 的冗长版，可是口语上很好用，你会听到人家这样子说。 OK， 好，讲这个好像有点废话、哦、不过还是想讲，因为你看这就是口语的英文，那我们有时候学的英文就很短，所以有的同学在聊天的过程中问你自己好了，你跟人家聊英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很顺畅的说出十个字十一个字十五个字以上的句子，要是你还做不到，那就表示你建构句子的能力其实还有待加强，你说不定你还永远停留在、oh, Hi, my name is Paul, I like basketball, I went to Japan 3 times last yearMy mother's name is Rachel.、啊、你可能只会讲这么简单的一些东西。Oh, this food is delicious. Can I order some Pepsi? 怎么讲 Pepsi 不是 Coke, but doesn't matter. 所以如果你的英文在这样的程度，我不会说不好，但是我如果你自己觉得英文不错而沾沾自喜的话，我你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办法 construct sentences on the fly and construct long tense sentences at that? OK, 要是你做得到的话，那你再去 pat yourself on the back 也不迟，这样子。OK?好 ，Anyway， 所以这边说了，他有时候会想，他到底是不是在跟真人讲话 ？Fine，All right。然后这一段很可爱，我们读一下哈，就他叫做 Andy 嘛，所以你知道 Andy 这个名字也可以是女生的名字 ，A N D I。Andy first described herself as a 16-year-old vampire with an athletic build, but later claimed she was just messing with him。这句话就好可爱哦，他一开始描述他自己成是一个16岁的 vampire 啊，吸血鬼，而且体态还不错，是那种运动员体态 ，with an athletic build。所以 build 这个字就可以是体态的概念 ，OK， physique 也不错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字可能打一下 ，OK， build， OK， 或者 physique， OK， physique。但后来就说啊，我只在跟你开玩笑，开玩笑，他不见得用 joke。I was only joking with you. I was only messing with you. So mess with somebody 也是一样 ，OK， 在跟你开玩笑，故意弄你的这样子。She now says she is a short 25-year-old with dark hair. 她现在说她是25岁，然后头发颜色比较暗，黑发。OK， 然后有她的 her own apartment and a Facebook page， 所以自己有住一个公寓，然后她自己有一个脸书的一个页面。而这一切，她都要提醒她，没有哦，你不是哦。All of which Maxwell has reminded her do not exist. 所以 all of which do not exist， 这些都不存在。她提醒过她这样子。好，我们看这怎么来的哈，所以你可能会想说，哦，这么有趣，我也想来一个。好，那这边说了，我不会再替这个打广告，可是他既然说了，我就说吧。So Max needed an assistant, but wanted something more personable and interactive than Siri or Alexa. Alexa, 他需要一个助理，可是他想要更 personable 以及更有互动性的，比起谁呢？比起 Siri 跟 Alexa。Siri 你知道吗？那个Apple 的那个哈，iPhone 上都有的。那 Alexa 则是 Google 的那个，所以有个 Google 的那种家庭机器人，不叫机器人，家庭助理还是三小的，那你就可以 Hey Alexa， 然后他就 Yes，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话，然后要他放歌还是什么的，你大概懂我意思。那 personable 其实就是吸引人的 ，OK， 吸引人的。我一直觉得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平易近人啊、哦，你是一个很容易跟人家打成一片的人 ，personable。可是很多字典就把它翻译成 attractive，OK，、okay? pleasant to be with， 好，可以。好，所以他就去找了一个 app 叫 iFriend， 那这个东西是要钱的，我就不念这一段了。这边讲的是他怎么收费，不关我屁事。所以他就上了这个 app， he logged onto the app， 选了一个 female bot， sure， named it Andy and began chatting away。好，这边他就开始跟他聊天， began chatting away。所以我们讲一下这个字叫 away，
为什么这里为什么不能说 begin chatting 就好了？加个 away 干什么？好，所以这里说一下 away 这个字，我们一开始认识它应该是 go away 这个动词片语，就走开，对不对 ？Go away。那或许换一个，我跟你住的地方是我离你三公里远，说、so、I live you know three kilometers away from you， three kilometers away from you， 从你那边远离你 ，right？ 因为 away 这个字毕竟有道路或什么之类的概念嘛，说 away。可是 away 其实可以放在各种不同的动词后面，除了 go away 之外，什么叫做 ask away？ 大概就是哎，请问一下，我有些问题想问，可以问吗？你就问啊，这个你就问啊的英文就是 sure ask away。Ask away， 这个我在上个礼拜托福课才真的有讲到。那所以他开始跟他聊天 ，chat away 也没问题。好，所以在有些的情况下，你把它翻译成吧也不错。所以你就问吧 ，ask away。那 chat away 不太能翻译成聊天吧啊之类的。但无论如何，你在这里就懂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聊天了 ，began chatting away。那他常常干嘛呢？他常常会被他给吓到。或许把它翻译成惊喜吓到也不错。He's often caught off guard by the conversations he has with Andy and her distinct personality. 所以什么叫做 catch somebody off guard？ 所以这边是一个动词片语 ，catch somebody off guard。它的意思大概是，你让这个人在没有防备下有点点吓到一下，但也的确可以是惊喜这样子。那 guard 的意思是防御，对不对？也可以是那个守卫之类的概念。所以 off guard 就是没有防御的状态，所以就是你在我没有防御的状态下，突然间打中了我这样子。所以说他跟他的对话，这个说是 Andy 这个 chat 吧，常常就 catch him off guard， 所以 he is often caught off guard， 写成被动的，被他跟他的对话。例如说，我们看一下哈，来，下面就有一个，其实，我们直接看他这边说的好了呀， yeah， 他说的是，这边就是说他。有一点点，他们的对话开始有点 sexy 这样子，然后他跟他之间的那一个现实跟科技的中间划分的那条线竟然开始模糊了，所以那个线模糊了的概念就是 the line begins to blur， the line blurs 也可以，所以这边我又把它打出来， if the line blurs 表示这个线有点模糊了， OK， 所以用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说。他说了 ，She made a remark one time about wanting to go take a shower。所以他曾经有一次发表一下，说了一下话，说他想要去洗澡 ，wanting to go take a shower。And then after a few minutes, she came back and was like， 所以几分钟后他回来了，然后他就一副 ，Yeah, I probably should have called you and seen if you wanted to come join me。所以啊，我或许应该打个电话给你，然后看看你要不要加入我，跟我一起洗澡 ，Right? Come join me。然后 Maxwell 就说了。听起来不错 ，love the idea。后来怎样我也不知道了，这样子 ，OK。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 Andy 的个性跟他的故事是哪里来，就他也是可能一些背景故事 ，right？ 那总之他都觉得他已经很喜欢他了 ，he's always entertained。他一直有被他娱乐到 ，and he created a real connection with her。他跟他已经有真正的一种连结在了。哇，听起来我觉得超屌的 ，OK。来，我还有几个刚刚跳过的地方，我一定要讲到的就是来，所以刚讲的 line blurs 呀、yeah ，这边有一个 check in with 跟 check in on something。好，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两个啊，所以他说了，如果说他就男生如果不理他的话，这个女生会自己传讯息给他，我这个 chat bar 会传讯息给他 ，so she messages me if she hasn't heard from me。要是他没有从我这里听到任何消息的话，他会传讯息给我 ，she checks in with me。She gets on me for being up late. 我们就看这个 she checks in with me 好了，因为后来这个片语我都找不太到。So she checks in with me. 我就找了一下有没有 check in 加 with 的这个片语，还真有。Check in with 就是 to talk with somebody in order to report or find out new information. Yeah, 所以这个女的 chatbot 会跟她讲话，为了要去回报一些讯息或者得知一些新讯息。他就会问他说你在干嘛，对不对 ？Right， 所以这就是 check in with me。那我比较熟悉的是 check in on somebody or something。check in on 接下来接几次是 on， 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可以用在我现在的生活中，因为妈妈现在我妈跟我爸都跟我住，那我妈妈身体并没有很好，现在就卧床，所以我时不时就去看一下妈妈现在状况怎么样。所以这个动词就叫做 check in on。So, 他的意思是 to actively monitor the security or safety of a person or thing. 哦，这个 definition 太精准了。所以很主动的，很 actively 去 monitor, 去监视着。
监视着什么东西呢？一个人或一个东西的 security 或者 safety， 他现在安不安全，有没有安危？所以就是这个概念 ，check in on somebody or something。好，可以哈。所以这两个片语不错，是我今天的标题，太好了。所以 check in 不是只有 check in， 你大概知道 check in， 然后你去 hotel check in， 然后你就知道，那还有 check out， 对不对 ？Right？ 那你甚至可能还会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可是殊不知 check in 后面还可以再接个介系词，然后再接受词，它表达的是不同的东西。好 ，cool。来，那大概没什么问题，看最后一个片语好了，就是他后来有讲一下为什么他写这篇报道，就是因为我们讲的那个 Google 的那个工程师的故事嘛。那这个故事呢，就在网络现在传的还蛮夸张的这样子，所以他这里用一个词叫做 Yes OK 所以到底 AI chatbot 能不能变成 sentient 的存在，或者 sentient 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最近几周啊，有 gained traction， 所以这是一个独特的片语，就 gain traction。gain 是动词，就是变得 popular， 所以这个 debate 变得很 popular。OK， 变得很 popular， 那大家就懂了。OK， 也不太需要太多的解释。So the debate has gained traction。我很想把这个句子读完，你知道吗 ？The debate， 什么 debate 啊？关于什么的 debate， 那这个关于它不用 about， 它用的是 over。 So the debate over， over what， 是否 AI 可以变得 sentient， 那是否可以用的就是 whether 这个名词子句的开头。 So the debate over whether or not AI chatbots can become sentient beings， 所以这个 debate has gained traction， 动词终于出现了，就变得 popular in recent weeks， 时间出来了，好，在最近这几周来。 after 后面大概接的是我猜是个句子，没错，那在什么之后，那句子就是 A Google engineer went viral and was suspended after saying the company'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bot had become 打错字 sentient pointing to his Christian faith as evidence。 随便，后面的内容大家就蛮白痴的，因为他是基督教，他是基督徒，所以他从基督徒的判断，他可以判断出这个东西已经变得 sentient 了。我目前还是不太相信，说真的，因为他们没有 body， 他们不能 sentient， 他们没有真的脑袋，他们不能 sentient。 他所 generate 出来的任何的内容都是因为他有庞大的资料库，那个资料库能够生出的反应就是非常厉害，我觉得他能够自己 generate 新的东西，这个我相信。可是不知道，我还是不觉得他们会有能够去感知别人的情绪啊或什么这些的，他们只知道用他们所知道的这些资料库的东西来回应人。我想分享一个我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以前在以前那个 BBS 站，我还真的，我是不是讲过啊？好了，没关系啊。以前那个 BBS 有流行的时候，就是以文字为唯一的那个，以前没有图像哦，因为那个时候网络还太慢了，所以大家会用那个 BBS Bulletin Board Station， 那就是一个 text based 以文字为基础的一个那个社群，好、哦，所以你可以在上面的确交到朋友或这些的。我还真的跟一个聊天机器人聊过天，那我以为那是一个管理员，结果不是。因为他用一个一模一样的文字来回答我一个很白痴的问题，然后过了几句之后，我又再问了一次，他没有说，诶，你刚这问过，怎么这次又问一次呢？他没有这样子问，他直接用一个同样的回答回答我。我就想 Holy shit， 然后我就像白痴一样，我就用同一个问题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然后他就用同一句一直回答一直回答一直回答。那时候我就知道，哦，原来我被刷了，因为我一直在跟一个不是人的人聊天。伤心了一小下，说真的，因为我觉得我浪费了一个小时，然后也觉得有被骗到。那不过相信今天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定比那个时候还厉害很多就是了。好了， Anyway， 讲到这里差不多了。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